爷的，这肯定不是真的。再看看，再看看，啊！老子真的瞎了！八戒，你看得清路吗？看不清啊，刚给了妖怪一嘴巴子，一回头他就不见了。这磨人的小妖精，一定要抓到他。我抓到妖怪了。那是你猴哥。八戒，八戒，快起来。你看，你眼睛好了，爱情的力量啊。白龙马去哪儿了？牵马不见马，马叫我才走啊，在那儿。哎，八戒，这可能就是神奇的雾霾。哦，哎，当务之急是去找师父会合，我去也。师兄，你小心点，别撞到天安门了。看，前面云雾缭绕啊。是啊。是不是到大雷音寺了？什么大雷音寺？那是北京。北京可是幸福指数全国第一的城市。八戒，要不你留下吧。那可不行，我还去西天呢。留在北京就是去西天最快的方式了。弟子玄奘路过京城，犹如仙境，流连忘返，拜求流经。想要北京户口，务必牢记新北京精神。厚德载物，自强不息，埋头苦干，再创辉煌。物以稀为贵，弟子定谨记新北京精神。师父，你瞧，知道的是在北京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天庭。脚踩祥云棒棒的。悟空，师父，我有一种飞一般的感觉。哎，师父，冷空气来了。冷空气，空气。哎呀，师父！我的妈呀！哎呦，我的祥云呐！八戒，雾霾怎么不见了？师父呢？八戒，在这儿呢。怎么样？悟空。我们好不容易腾云驾雾，怎么雾霾一下子就被风吹走了？师傅，烧完雾灶，雾霾分分钟都会回来啊！你皱着眉，我捂着嘴，麦田出行全靠双腿，所有经。Yeah.